你婆婆真的越来越不想话了。妈，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还不带我？哪都有你。那出去玩就出去玩嘛。太黑了，带小孩子我哪放心哈？自从春熙给俺妈买了小三轮，你看看天都那么黑了，还没来家。关键天天带着弟弟也不带我，可把你着急死了。我们现在去找他好不好？天那么黑了，去哪找他？不带俺奶家，就带俺舅奶家，没有别的地方。啊、你现在收拾收拾，俺们现在就去。行，走。正好在你趁着晚，走走。买了点菜给俺奶送过去啊。好。妈妈，爸爸，为什么每次买那么多菜呀？因为太太年纪大了，不方便去超市啊。我们去的时候就给他带一点。这叫不叫孝顺？对呀、啊，你弄。到时候爸爸妈妈老了没有牙了，你给不给爸爸妈妈买啊？给哈。你就行，俺奶家真都洗了，估计没在这，把菜送给他就走了。哦，太太，估计在屋里看电视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放到音乐，拔彩旗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用起来了，不用起来了，我把东西放在门口了哈，买点水果，买点菜给你呢，然后路过给你送过来。哎呀！好嘞，好嘞，买点水饺吧，拿水果给你。对，买点水果、蔬菜。哎呀，好，你看到我脸吗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跟太太拜拜。拜拜。来看看，又长高了没？哎呀，高脸冻的了。嗯，好了，哎、俺俩走了哈。妈没来，这妈早走了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那肯定带俺妞来家。嗯走走走走走走了啊。不在俺奶家，就在俺舅奶家。现在在俺舅奶家找他，大晚上的也不知道来家哈。可能聊忘了，舍不得回去。是的，聊嗨了。对，这是俺奶姨夫车，怪不得给俺奶姨在这边玩了。来，姐妹拉呱了。嗯。太太，有人来了。妈，妈，你不去家，我来找你呀、啊。是的呢。阿闪一，我想妈怎么这么晚都不回来了？不想妈妈？俺爹俺也不是没不懂的。你在这吧？想不想我？想不想？想哈。后知后觉。这一吃完没？没吃哦。行，来蹭饭了。俺就来蹭饭的。我下回下饺子。行，好，好好这一碗请你包饺子了。好好好怪不得你不回去来。饺子谁也想回家。俺舅奶专门包的饺子，馋毛鼻子家伙就来了哈。是的，你俺本来留着明天早上吃的呢。哪行啊？新的买了鞋子，真漂亮，真好看。你别偏哈，买就买了，你别偏。有哥哥的吗？我回头给哥哥也买一个，行不行？饺子好喽，快吃吧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饿坏了。